功夫无教你半步，搁安尼叫你去咧扫涂骹、摒便所，搁出去外口咧跑步，我对你安尼，你会生气吧？坦白讲，一开始我会像我这种别人教过的师仔，迄是上歹教的。所以现在我希望我是一张白纸，所有一切拢重新开始，我不会搁惹遐麻烦。师，你愿意收我做徒弟，迄是我的福气。木桥啊，哎，师，是啥物人叫你大师大义？我的鸡翅头给我传好。这是我做师仔应该做的啊。我想讲哦，鸡翅头先给你传好势，你才袂浪费时间嘛。啊，你哪知影我要整你这脚骨啊？哦，我就看你的工作椅啊，甲桌啊拢摆好势啊。啊，照师仔你的惯势哦，应该有新的石头要做啊。啊，所以我就给你鸡翅头拢摆摆。目睭阁不离遐近哦，是，啊无你无闲，我来摒扫吼。哎、欸，无巧啊，啊，哎、欸，安怎样？自从你来遮吼，我安尼咧对待你，连你的朋友吼，都安尼啉酒醉气噗噗来遮咧甲我弄。如果安尼我咧苦毒你，咧虐待你，功夫无教你半步，阁安尼叫你去咧扫涂骹、摒便所，阁出去外口咧跑步。安尼，甲你勒到强要死，伊勒替你生气。啊你嘞，我对你安尼，你会生气无？坦白讲，一开始我会。哼，啊即马嘞？啊那即马，我已经无心情搁生气啊。虽然忝，也毋过了解师你的意思。哼，啊哪讲？像我这种别人家己的师啊。迄是上歹教的，都像这脚骨也同款。若要甲顶面遐是完全去掉，一般洗一摆；啊，若较讲究，爱洗三摆，才完全去掉，才阁重新上色。啊，人嘛同款啊，原有有诶习惯，若要完全改掉，迄是上困难的。所以即摆我希望我是一张白纸。所有一切拢重新开始，我不会搁惹遐麻烦。师，你愿意收我做徒弟，迄是我的福气，我真正足甲你感谢。好啦，师，啊无你无闲，我来摒扫哦。觉得我很自私吗？有比较好吗？啊？还是你要再睡一下？不要，睡不着。那我帮你泡热的牛奶。你这样睡眠不足，对宝宝也不好。宝宝，又是宝宝。宝宝是你的一部分。关心宝宝，其实是在关心你啊！啊，是吗？我怎么没有感觉到？老婆，我就说我很不舒服了，我不想吃了。为什么阿伯阿嬷还硬要我吞进去啊？每个人都要我为了孩子忍耐。好，这小孩是我要生的，我忍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好痛苦哦。好，我知道，医生有说过。怀孕这个阶段确实比较辛苦，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啊。不只是这个阶段，我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。
我以前多想要创立一个品牌，然后来投资我的工作，结果这个梦想给学姐先实现了，我却因为怀孕，我什么都做不了哎。哇，你那个学姐说的话听一半就好了，不用太认真了啊，先睡。不懂啦，你们男人根本不会因为生小孩而改变什么事业跟身体，可是我会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做我想做的工作哎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那个小孩子喂奶，帮他换尿布哎，你会不会有人叫我夏文丽吗？当初叫我妈妈。如果我说如果我把这个小孩拿掉的话，会觉得我很自私吗？哦，你太焦虑了，你先睡啊。我就是因为怀孕我才焦虑啊！如果我没有这小孩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焦虑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讲。我只是想而已。连想都不可以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吗？啊！你凶什么啊？我想一下不行吗？不行！你就被你学姐影响，才会想东想西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小孩，你不可以讲这种话。小孩永远都是小孩，最重要的都是小孩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当然也很重要，可是那我呢？我就很不舒服，我想吃什么没有办法吃哎。好，你冷静点，你不要动到太轻，你冷静点好不好啊？好，冷静点啊！没事没事，冷静点啊！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冷静一点啊！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当初我要你把孩子拿掉，你不听，坚持要生下来。好，我接受你的决定，我还拜托这么多人照顾你。现在小孩多大了？你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，跟你自己开玩笑。我下面不满意。嗯。哼，你嫌我太过啰嗦，太过甘心，安尼我会当卖插你嘛？啊，不过囡仔绝对袂用咧提掉，提囡仔就偌大罪过，你知影无？当初我要你把孩子拿掉。你不听，坚持要生下来。好，我接受你的决定，我还拜托这么多人照顾你。现在小孩多大了？你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，跟你自己开玩笑。文丽可能是太忝，才安尼乌白想啊。文丽，不然我看这样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不用过来工作了，不过薪水我们照付哦。如果无聊的时候你再过来吃豆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无即卖是安那？无印象是啥物意思啊？我为着你买鸡买鸭买补品，就是希望讲你把这个囡仔生落来。囡仔无老爸，家奴嘛收啊。你还阁有啥物无满意？哼，你嫌阮太过啰嗦，太过甘心，安尼我会当卖插你嘛？啊，不过囡仔绝对袂用咧提掉，提囡仔就偌大罪过，你知影无？无啦，嗯，伊只是咧考虑咧想尔。想啥？伊当作巴肚内囡仔还未出世，伊都无感觉是毋？母囝是人心的呢，伊若知讲伊老母不爱治，伊有偌可怜呢？你们真的很奇怪，肚子今天是长在我身上，不舒服的人是我，不是你们哎。未来小孩出生改变的是我的人生，不是你们的。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指指点点啊？天底下唯一有资格、有权利决定这个孩子的去留，就只有我这个亲生妈妈，不是吗？你真的决定要把孩子拿掉？我只是在想而已。这个地方怎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管别人的家务事啊？一个人一个意见。我知道你们是好意，但好意对我来说也是压力啊。我身体已经够不舒服。我还要去应付你们这些好意，当个妈妈怎么这么难呢？文丽，我先送我去休息。啊？啊，就等一下，这行的气温出代志啊！我开钱无要紧，啊，你甲我报道一下。歹势，我无多斗三工哦。这里，过去啊！这可能是我老厝的旧家具啊！哎呦！啊，这家具啊，是谁来拜托你修理的？我未甲你讲啦，问起无效啊。我已经嘛开始，
咱讲卖讲好地好物的好遗憾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若肯替阿文赛宣传，我就袂生气。